这些文字好熟悉，竟完全找不到那东西的蛛丝马迹。没想到一向不闻窗外事的凤老竟对陈年旧事感兴趣了。爹，不管你现在在哪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回家，哭有什么用啊？就当出趟远门吧。是爹，爹真的回来过。把这帮小祖宗送到目的地，咱们就能见到小少爷了吧？神仙是这么答应的，也不知道我华在岛上怎么样了。老大，神仙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，还一个都不让有闪失？这哄孩子真是累死了人。我哪知道，就按神仙说的做吧。拿起净水头看好了。这是什么好东西，拿来。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就敢来抢东西，给我上。我不管你们是谁，我想要的就得拿来。心疼二叔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抢这玩意儿做什么？想不想听船长叔叔讲海上冒险的故事？想。你们知道？他没有抛弃我。哎，也不知道表哥如今怎么样了。孩子们都带来了，怎么不见我家娃？主人说这些孩子要先带走，等事成之后再将你的孩子归还。什么？这个说一样啊？现在我们说的是他。原来他会说话。小妹妹，
你别哭了，我陪着你。这个姐你看。居然有这样的渊源。红色的树，程家附近，法术要慎用。上仙三番两次来程家，所谓何事？程轩，原来是程家附近，还有急事，先不聊了。站住！就想探探你的底，来得巧，倒省得我再找机会。二少爷何以咄咄逼人？程家就是这样待客的。得记他出招才能采样。如果没猜错，他最在意的应该是……吃一堑长一智。十几年前也曾有来历不明之人入道，众人以礼待之，那人却狼子野心，做出祸害全岛之事，落得个死有余辜的下场。所以现在是敌是客，得先仔细辨别。就这点能耐，既然你这么有心思，那就你没事吧？哥，我没事。欺负我弟，你活腻歪了是吧？上次的账还没算，还敢再犯？那我程家上下都是死的吗？